新竹峨眉山区惊传连续枪响，三人命丧枪口，嫌犯消失无踪。最后传出冤魂托梦，只是破案线索竟跟屋顶有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来看这起峨眉三尸命案。主要是腹部中弹，好。好，你放平伤哈，放平伤，不要水来扫。他拿两箱，他讲一锅来用，一锅来也没人打了。两箱啊？两把。昨天晚上就进来了吗？进来了。先朝着他爸爸开了一枪，这还得了？一中枪之后，已经身中上枪，流血满地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李青玉的儿子说：“啊，拜托你了，啊，你妈妈在那讲了讲，为什么要起冤家？啊，我老爸一定受伤，你是不是上病？上病？上什么病？我每天人力不抬哦。”砰砰砰！难解的重案悬案，警方如何抽丝剥茧？老 Z 调查线带您揭秘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为人知，为己知。对政府有怨言，单靠法律无法伸张正义吗？揭开不能说的黑幕，锁定五二会客室。不过检方却已经将十名被告通通不起诉处分，家属有冤难伸。国外害人重案有哪一些惊人内幕？娟香聊虾米告诉你。已经沉尸没有呼吸心跳了吗？对，而且他的伤势是多处的淤青。悬疑案件总离不开灵异花絮，找鬼记者错别字带您画别阴阳。大家早，我是错别字，我用一个去买早餐的时间来跟你们聊一起在台南的灵异故事。社会法条司法读不懂，香槟的乡民特派带你刷副本 KO 冷知识。但是呢，行政院就跟你说，你这个笔述中央法规是无效的，违宪哦，通通违宪。五二小组就在中天社会频道。